车停好了，我开始走这个林道，要走1:06走到这山口了。今天的状况比上次更湿滑，整泥土都是软的。7:39到1K 咯。现在8:05，还走了快一个小时，来到中间的休息广场。那这边就是岔路，右边就是往神木步道。那直上呢，就是往内鸟嘴山的路线。看一下路线图，所以这边上去呢。上去约40分钟，然后下来35分钟。不对，这是往巨木区的路线才是40分钟。那往内鸟嘴的话是在这个位置1749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内鸟嘴山。Go go！ 阳光洒落，林道间。走起来，舒爽。现在是往内鸟嘴山的半路上，那这边林相已经开始有一点开阔了，那阳光也落出来，可以看到阳光洒落在树林间，那。海拔高度大概是1485，距离我不太清楚，不过应该还有高度，还有大概250左右吧。那时间大概8:40左右，我们继续前进 ，Go Go！ 8:52到了 O 型的路线，往前面这条路就是 O 型顺向往。神木瀑布的路线上去走，这里很滑，很陡，路线比较不好认，所以我这次会从原路回去。到了建筑区了，就是有山有斜来，应该不会像上次这么湿滑泥泞。毛菊，看到了三角点前的树洞，大树洞这颗三毛菊，表示我快到这三角点了。上次来光秃秃，但是金白叶茂，很好。附身在三毛菊上面大仓库，哇，气度很大。休息10分钟，准备下山，离开三角点。现在天气应该暂时还不会下雨。前面看到一只老鹰。哇，不用拍正翅就可以往上飞，这边按照 PTV 热的
这个图来看的话，这边就可以看到桃山或慈友山，这边过去也可以看到塔曼山，山顶上面都是白云，所以那边大山应该是白墙吧。这边蓝天，赞，我们下去啦，下次见。下来大概20分钟以后，这边的树林已经没有阳光了，可以看到旁边云雾已经飘到树林中了，所以刚打算说要去走一下神木区，但是我又怕天气骤变，所以这次就走内鸟水山，然后就直接折返回家。9:56回到分岔点的休息公司站了。10:13回到回音谷啦，现在白墙一片，跟上次来的时候差不多，然后可以看到云雾从山谷间一直往上窜。已经看不到对面的山头了，10:47回到登山口啦。我希望人听到这上了，拜拜，我慢慢一起登。11:20回到本次的门，然后也回到文化森林营区。